台北市行政会议今天上午首先研读了总统训词，研讨总统对行政革新的指示。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，各有关人员也认真地讨论了七个中心议案，决议在观念上、工作上以及生活上都力行革新，以树立廉能的政风，培养善良的社会风气。土地登记、工商登记以及建筑执照的申请也都要再进一步的简化手续，加强便民。有关改进交通秩序的工作也将继续的加强推行。